被苹果话抄袭中国最成功手机停产。魅族 M8 被内地网民封为中国最成功手机，因为佢机身细、荧幕大、音效好，睇戏听歌都一流，最重要就系价钱够晒平，比 iPhone 更加适合内地用家。M8 嘅外形睇落同 iPhone 3GS 真系几似噶，亦都因为咁俾苹果话侵犯创意同知识产权。苹果教父乔布斯仲发埋电邮，要求 M8 即时停产停售。M8 生产商唔肯即时停售，但就决定今个月底停产。M8 冇得玩就推出 M9， M9 采用 Android 系统，兼容香港内地嘅 3G 网络，3.6 寸 mon， 有 GPS 同埋500万像素镜头，被内地网站视为国产 iPhone 杀手。睇落成部 iPhone 4白色版，唔怕又俾苹果话抄款啊？